大家好，我是阿杰啊，现在在船上了，出发了，钓鱼去了啊，改大步去。好，扶来，我扶了起来。我去看。我打。哈哈哈哈。鲈鱼吗？哎，鲈鱼。中！哦，又跑！你中鱼了，中鱼了！中啊！中了，中了！我跑掉了，我也好像跑掉了。再看，啊！啊！耶！厉害！我钓到一个小西马，一出来，我跑鱼了啊！钩子断了呢。嗯，我刚把这钩子断了。钩子断了？线断了线。刚绑的钩子，啊，我先换了啊！哎，把鱼放到冰箱里是吧？那冰箱里面放就好了。中，中啊！哦，下雨，终于来了，划了好几条了。下雨，我太滑了，这个鱼我抓不起来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大不大？不大，一条小，大的都跑掉了。哦，这条大了。哦，拉力满满，好满，到了，这条最起码又有十斤了。
我拿。哦，使劲了啊！哇，这个有大，知道的，我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大一点。啊，使劲重，刮了一条，爽啊！下午再来搞几条，使劲。下雨天视频也不好拍，镜头上一下子就有水柱了，拍得不好啊。有一条啊，这两条都挺大的。拍了它啊。下雨天，哎呀。又是一条六七斤的啊、哦！哎，下雨天这个视频不好拍啊，拍得累死，镜头要不停的擦。跑鱼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看咬了一口还要跑，没有挂住，咬得不够深。哎，没有挂住啊，好收掉。
咬了一口还跑掉，哎，连嘴巴都没有挂住过，就跑了。嗯。哇、哦！哈哈哈哈！鱼进来了，鱼进来了，来了啊！哈哈哈！这条被我逮到了吧？到了。哦，很大嘛！哦，又是大家伙！嘿嘿嘿嘿嘿！好，哦，哈哈，又是大家伙！今天数量不多，但全都是大家伙！哦，鲈鱼居然跳这么高！我刚才刚没看到刚才。一条比一条大呀！